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讲到这一句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网络上其实讲我什么什么什么，什麼其实再负面的我都能接受。讲到一点，我真的很不能接受，你知道是哪一点吗？他一直说，他一直说那个网络上新闻我相信也不是人家炒新闻嘛。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网络上看过，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我没有去迎娶李文山这一种话，这个真的是听到对一个男生来讲，真的。我如果身为人家的爸爸还是干嘛，这算不算蛮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只要给你们看一张照片，这留言就不攻自破。我们中间的人，我们把他挡掉了，旁边是我阿姨没差。我怎么可能没有去迎娶人家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这一张照片就结束了。就是其实你想听到我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真的不太想。其实不是说我不太想，因为我一直也不想要去面对这些事情，因为我所有事情都是很被动，我都是在处于一个很错愕的，真的是很错愕的状况里面。其实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明天有一些事情想要真的听他讲讲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希望我可以。怎么会放这首歌啦？对，来了刚好。有五花再加开，记得穿白上衣。靠腰，穿白上衣什么意思啊？新郎啊，人家还是打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讲到这一句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网络上其实讲我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再负面的我都能接受。讲到一点，我真的很不能接受，你知道是哪一点吗？他一直说那个网络上新闻我相信也不是人家炒新闻的。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网络上看过，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我没有去迎娶李文山这一种话，这个真的是听到对一个男生来讲，真的，我如果身为人家的爸爸还是干嘛，这算不算蛮靠北的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只要给你们看一张照片，这留言就不攻自破。我们中间的人，我们把他挡掉了，旁边是我阿姨没差。我怎么可能没有去迎娶人家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这一张照片就结束了，这个风波就不要，真的。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深刻的问自己，你怎么会去讲我没去迎娶谁？这不是那个吗？啊，你说真的，可能就是怎么样？可能就是没做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男方没有办，我有做迎娶，女生没有办。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办？因为台湾都有习俗嘛，不管是你，比如说什么 Lumi， 我在讲你啊，不要说我啊。比如说你，我今天娶你。你有经过一段婚姻，或是我也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，我们会不想要那么的高调，所以我觉得只要有迎娶就好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些话哪里出来的，哪里那个，你们自己心知肚明就好啊，不要再去讲一些我没有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